这些女子正坐在夜店等待被客人挑选，个个年轻貌美，身材丰满，让人浮想联翩。但谁能想到这个场景竟然会在都立学校中出现，而这些女子竟然都是学校中的女学生。她们接客的行为只是学校的实习，就连客人都是这所学校里面的男同学。消灭剧荒，与你相聚，欢迎来到聚集地。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公立学校竟然开办风俗教学，让学生学习成为应招女郎和牛郎的剧《都立水商》第三四集。因为抱着想要尽快熟悉的方法，所以植树经常会去听千花老师和一和老师的课程，而课程的进度也说到了公关和风俗女郎工资的进度。一和老师表示，曾经有男公关在一天内销售了2000万日元，单单提成就高达1200万日元，这种赚钱的强度让学生们都非常的向往。下课之后，植树忍不住询问为何不让学生去兼职实习，毕竟这种技巧还是亲身体验才能获得更多经验。不过其他老师表示，毕业之前这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只有掌握了足够的技能，才能在风俗界立足。同时在学校里面，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都是禁止谈恋爱的。就在这个时候，西海神神秘秘地前来约植树。看着西海和植树的亲密样子，不少老师都误会两人，无论植树怎么解释都没用。晚上植树来到了约定地点，但西海并没有告诉他出来是因为什么，反而带着他到了一家男公关俱乐部，并且看到了大竹从里面出来。因为这件事，植树和西海去到大竹家里，但大竹却怎么都不承认，只是证据确凿不容否认。此时大竹的弟妹们喊着饿出来了，植树趁机请大竹一家吃饭拉近距离。原来大竹的母亲因为生病，所以暂时没法工作，而大竹只能提前出去兼职赚钱。植树看到一群嗷嗷待哺的小孩子，只能答应帮忙隐瞒。同时西海还让植树帮助大竹找找有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让大竹这种新人也能赚多点钱。晚上回家后，植树一直思考怎么帮助大竹。在和女友聊天的过程中，植树被提醒专业的事当然问专业的人，于是植树第二天找到一和老师询问诀窍。在询问到诀窍后，植树赶紧给大竹进行辅导，而大竹也按照这种方式去进行尝试。首先第一点就是需要给自己立下一个人设才能让人记住，第二点则是要获得客人的好感才能有指名陪酒的收入。但大忌是不能找前辈们的客人，反而可以和这些客人的朋友拉近乎。而大竹凭借这些经验，终于在俱乐部当中找到自己第一个客人和指名消费了。而第三点就是在后期的客户维护上面了，就算拿到指名也需要维护好客户。在技巧的帮助下，大竹和这第一名指名的护士客人聊得极好，并且客人还直接给他点了一瓶价值70万日元的白金香槟。只是结账的时候，客人发现自己没带钱，想要出去提钱，但这种做法也并不太好。最后前辈们建议大竹可以代替客人赊账，之后从他的工资里扣。第二天大竹再次去店里时，前辈跟他说最近公关界有个女骗子，而这个女骗子就是大竹遇到的那个，所以说大竹这次是惹上了大麻烦。听到欠下这么大笔钱，植树一时间也没法替大竹还，大竹也只能自己想办法了。但几人不知道盛菜竟然听到了这个秘密，植树回到办公室后询问一和有没有解决的方法，而一和表示如果遇到这种事只能自认倒霉了。虽然植树依旧继续撒谎，但一和却发现了端倪。为了尽快筹钱，大竹不顾警告到街上拉起客人来，这是公关界绝对禁止的东西。而大竹也被俱乐部给压了回去，但这一切被西海看到了。西海赶紧打电话给植树求助，因为拉客行为，大竹被店长带回去一顿怒批。植树也终于赶到了，他开始向店长求情，希望能够宽限一些时间，但店长却并没有答应。就在这个时候，一和老师出来救场，表示自己会替大竹偿还。此时店长也认出了一和老师，原来十几年前一和就是这家店里的头牌男公关，而那个一天销售2000万的人就是他。正是因为一和的传奇故事让这家店成为了名店，所以店长怎么都不会收一和的钱，并且还将大竹放走了。三人离开时，大竹看到一和老师帅气的表现，下定决心自己也要成为一和老师这样的传奇男公关。但是到了晚上，盛菜却突然约见了大竹，因为大竹很需要钱，所以盛菜拿出手机希望他能帮助自己一起做事业，但大竹觉得不太正经，于是拒绝了。而盛菜则是拿大竹私自兼职的事情威胁他。第二天植树来到学校，却发现女同学们竟然都对他态度极好，
并且还不断地称赞他帅气。而在上课的时候，女学生们更是不断地举手回答问题，那种踊跃参与的情况让植树一时间有些难以招架，最后更是全部同学都直接围到了植树的身边挑逗他，这让植树产生了极大的错觉。但回到办公室后，向良听到植树的自我感觉后狠狠地反驳了他，而千花则表示其实下周就到了皆可学习周，这是水高一直以来的管理，将会用一周的时间来模拟真正的夜总会运营，而每个同学和老师都会得到一笔模拟币，现金和老师打好关系，到时候说不定就能赚到老师的钱，而学习周中得到头牌称号，对以后就业非常有帮助。此时一位不起眼的彪老师过来，将模拟币交给植树，而他是负责教经理科目的，并且彪老师还让植树来自己课堂听课。在经理科上需要其他的同学一同辅助，所谓的经理就是在店里调度的人，他们负责将女公关分配给各种客人，所以是夜总会中司令塔一样的存在。在讲解完毕之后，彪老师就直接现场模拟起来，第一个体验的人就是金井了，但是金井的表现极差，根本记不住女公关的名字。接下来三上的操作却是受到了彪老师的称赞。下课之后，植树找到了金井，对于金井上课的态度他非常不满意，但金井却根本没有任何干劲。此时彪老师走过来告诉植树放弃吧，但植树还是想拉金井一把。生菜在课间找到了大竹，因为他有把柄在手，于是要挟大竹下周学习周都找自己。在回去的路上，生菜看到西海正在不断的拉票，看来为了学习周他也是拼了。不过听到西海说自己比不上他时非常不满，于是胜菜直接上前去抢票了，这两人就这样对立起来。随后胜菜还和西海打赌下周的学习周，如果谁输了那就退出女公关课。植树再次找到金井，想要劝说金井能够再努力一下，但金井根本不听他说，反而和其他同学聊起喜欢的妹子类型。学习周终于到了，而在学习周中，彪老师也让三上负责调度。此时大竹来了，西海还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但大竹却没有理他，反而指明了剩菜，这让西海非常不解。之后作为客人的学生们陆陆续续来了，而西海一直没有获得指名的机会，甚至就连百合都被指名了。这边金井对于这些确实觉得非常无聊，甚至还心不在焉打翻了饮料。此时三上过来叫剩菜去别的桌，两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们似乎存在某种交易，所以三上才会一直晾着西海。西海看到自己一直没有机会，于是忍不住询问同班的金井为何不做调度工作，但金井的态度却是非常敷衍，根本不管西海。这种态度彻底激怒了西海，直接上去就给了金井一巴掌。在三个小时的模拟结束后，千花公布了今天的评分，而胜菜自然是遥遥领先。金井因为被西海打了还在抱怨，此时植树来找到他进行安慰，并且还表示自己终于找到了金井的长处，随后给了金井一张纸条，希望金井能够看看。放学的时候，金井看到西海竟然给钱给三上，显然今天的调度安排是胜菜指示的。回家路上，金井看到西海依旧在不断的拉客，这种积极永远不退后的态度让金井备受触动，于是他忍不住看了植树交给他的纸条。到了第二天学习周的模拟营业，三上依旧按照之前的模式，此时西海忍不住上前询问三上为何偏袒胜菜。就在此时，有不少的同学纷纷前来寻找胜菜，但胜菜只有一个，不可能满足所有人，有脾气暴躁的更是想直接动手，但此时金井却突然出手了，不仅安抚了暴躁的客人，同时还直接向彪老师提议想做调度。在植树的求情之下，彪老师决定让金井试试。接手调度后，金井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能力，他准确地将每个女公关安排到合适的客人身边，在金井的调度下，场面更是变得和谐又热烈起来，这种变化让彪老师都没有想到。此时植树表示，其实金井的能力就是知道每个人的隐藏爱好，平日里金井经常和同学们聊天聊得极好，这种社交能力让金井更容易发现大家的喜好。模拟结束之后，西海前去感谢金井，虽然金井只是公平对待每个女公关，但却也让西海得到了不少机会。此时胜菜突然拦住两人，在这种对决之下，胜菜和西海之间的火药味也变得更浓了。那么胜菜和西海在这次的学习周模拟经营中到底谁会胜出呢？而胜菜找大竹秘密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呢？学校里又会发生什么让人焦头烂额的事情呢？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记得订阅聚集地频道，我们下期再见。